出发出发，哇，好了，来，恭喜把它拉上去，放到里面去。我们这次去普莲那边参加一个官方的一个赶海活动，然后就是我们今天早点就出发了，先去普，晚上就先去福州那边去待一个晚上。我那个发小他老婆那个煮的菜杠杠的，青椒炒螺丝，笋干炒螺丝，榨菜螺丝汤，哇，晚上福州见了，走走走，哎，那好吧，走，上饭去了。 几岁了？啊，小宝几岁了？啊，小宝，哎，我还不给你穿的，你讲，哪有给我穿？好好好，小宝，几岁了？啊，爸，爸，是我。小玉，你就是凯宾牛的，这里面凯宾牛，这哪有？这，是不是？我叔叔过来买了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是我们这边，这是我们这边，啊，大的，大的。 反正这一头万你全部把它放到冰箱里面。谢谢。放到冰箱里面。好，放里面，里面有放到冰箱。应该有的煮吧。这个小小意思，这个。这个。我们需要多多冷冻啊，冷冻没？里面冷冻可以。做什么多？没有就行了。穷，你喜欢吃鱼吗？喜欢。全部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冷冻，要冷冻。好不好？ 还有啊，我们那个冰箱，为什么拿了这么多？靓仔，晚上回来整吧。走走走，去吃饭了。晚上我们共进晚餐。走，你的爸爸订好。包厢，我们去吃饭了。走了走了，吃饭去了。几点了？六点半了，你们再不吃饭要饿肚子。啊，走了。找妈妈了。我们两个先不在手里啊。来来来，谢谢刘总的热情款待，哇，谢谢。 我们老刘从小一起玩到大的，那时候我们他就比我大了几个月，变成老刘了，头发就比他少一点而已哈。你们是不是穿开裆裤的？我们就住在隔壁家，然后都是穿开裆裤的。对呀，那里。这样的桌里面啊，酒量最好的一个，知道吧？你为什么这个是吧？这里面最亮的啥？这边我哪敢那么嚣张啊？ 这些菜都是我们平常在家里面吃不到的，然后今天在这边的话，吃到不一样的味道。对我们来说的话，海鲜整天吃也没什么意思。怎么样？哎，看这状态呀，你这酒量不行啊，你要，拜拜。 好了，走了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明天见，拜拜。